你了，今天就在阳光露营了。能够主导你对自由的向往，天马行空的生涯，你的心了无牵挂，穿过幽暗的岁月，也曾感到彷徨。当你低头的瞬间，才发觉脚下的路，心中那自由的世界。阳湖海拔4000多米，平时走路都会喘气，撑帐篷更是消耗体力。心中那自由的世界，如此的清澈高远，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。很多像我同样年纪的朋友给我留言说，真羡慕你能够出来自驾游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。我也想出去，但是身体条件已经不允许了。每当看到这些话，我的心情都很复杂，也庆幸自己在这个年纪还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女人一定要好好爱自己，保养好身体，才能走更远的路。我们现在离新疆还有2000多公里，路上又会遇到哪些风景呢？走，和我一起去看风景吧。这个是公猪厝，这就是马帮佣厝前面那个小湖。公猪厝，公猪厝这个离的其实近了是蓝色的，但是我们离得太远，被那个山体映照的是土黄色的。你看那个前面那一点就是蓝色的，前面那一点就是蓝色的。走。